传统美食大对抗，这是真的超难选。知道它多热卖吗？3小时狂卖400碗呢，吃起来还会有鲨鱼的鲜味在里面哦。你在一碗的韩国鱿鱼羹里面就可以吃到脆、甜跟嚼劲。那这个一天可以吃完。今天晚上8点钟，未来综合台健康好吃在。